带您持续来到北海岸的北边走，这个地方呢是新北市万里的龟吼渔港，可以看到呢非常多的小船现在都停在旁边，而且呢上面的渔民也都在整理一些东西，并没有出航的感觉，因为呢其实就在昨天晚上8:30就已经发生了海上警报了。而稍早我们也访问到附近的居民，是表示说今天大概是不会出航了，让我们听下稍早访问。今天以前有风浪啊，台风又是台风天呢，会出去吗？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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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现场呢，虽然还是蛮风平浪静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是，就是因为发布海上警报了，因此呢，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北部的海域附近的民众呢，还是要注意，有可能会有长浪的风险。而且呢，受到大潮的影响，其实海水倒灌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可以知道是附近居民是表示到今天其实是并不会有渔船出航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虽然不会出航，但是周边的包括餐厅或者是店家或者是居民还是要是注意附近的安全。而在稍早呢，其实消防局的同仁也有来到附近。他们也是要严防这个台风有可能会对于北海岸附近的居民造成威胁，因此这边也特别提醒，如果呢到了下午风雨会比较强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